once you get through there. Yeah. Morning. Is he Ming, the other owner of the house? Yeah. I was wondering what the sound comes from. Penetrometer. Again.做的有上次那个一样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坐这里，感觉好像在那个的旁边。上次坐这边的吗？那也是用这种吗？没有，没有看到这个，他们要做这个，他们是收集那个样品。 那你要问他们吗？跟他讲，他就会觉得我啰嗦。那我可以问他们吗？你要问他什么？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结果。 但是这已经到这么深，应该跟细节没关了。而且他做的比上次那个还要更仔细，都上次都没有做这个样品的，因为他没有这个。Okay. Yeah.